天才神教手落地就是刚好是迷，接到迷分宝宝提出的第66个任务，今天继续来完成挑战，只用一栋卫星楼的物资吃鸡。众所周知，整个海岛地图有四栋卫星楼，而其中最富的当属机场那一个。在火力对决 2.0 里面，这个地方还会刷新雷达探测器，可以检测附近所有的载具，而且米妮还在那里捡到过两把信号枪。迷分宝宝，你们呢？有没有在这捡过什么好东西？哇哦，有 S686、556子弹、二级头、小手枪、AK、M4，不错不错。7.62子弹，哎呀，背包位置不够了。又一把 AK。六倍镜，止痛药，最肥卫星楼搜索完毕。虽然武器子弹很多，但是只有一瓶小小的止痛药。这次挑战可要多加小心才行了，尽量不要去和别人正面对刚，要用智慧制裁他们。小可爱们，接下来的智慧战术可要看清楚了哟。对了，宝宝们在跳窗落地的时候可以按趴下，这样落地速度是最快的。我们现在去旁边的房子看看。哦，满地都是物资，可是米妮我都不能捡，好心碎，需要米粉宝宝点赞才会好。有人过来了，先露点脚步给他听听，然后就在这里等着，把鱼钩上来再打。我暂且不补你，你快把队友叫过来吧。嘿，有八倍镜，你这是想贿赂我，求我放过你吗？我米妮是一个八倍镜能收买的吗？我是不会拿你的物资的，虽然我很想要，但我不说，哼。哦吼，他的队友终于上钩了，那就送你们两个一起上飞机。用掉这最后一瓶药，后面可不能再挨打受伤了呢。来蹲一波空投，看到你了，看枪！好一个回头躲掉我这么多子弹，赶紧出来吧，小可爱！我的 AK 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你这火力也太猛了吧！车都要被你打爆了。不过正好缺个掩体，多谢这位小可爱了，就等你露头，让你瞧瞧米妮六倍镜超稳压枪技术。终于把他送走了，希望你下一班飞机不会再遇到神枪手米妮。我们再去下一个空投看看，这个位置嘛，就去歪城高楼当一个快乐的狙击手。米妮我掐指一算，这栋楼的位置最好。来车了，哦，还是一个队，红色小车走了，那你们就代替他吧，先收一个人头。小红车在附近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让他们先打一会，螳螂捕蝉，米妮在后。好机会，嘿，这都没打中。我要罚自己游戏结束后去训练场练三个小时的六倍镜压枪，米粉宝宝们一起来吗？车陷入危机了，这个是打工仔，他暂时是安全的，我来帮你加枪，不会让他们二打一欺负你的，够仗义吧。小蓝车的一个队员忍不住要冲了，果然冲动是魔鬼，米粉宝宝们遇到这种掩体对决一定要耐住性子哟。这个人头我就轻松收下啦。哇，是特斯拉来了，
说到特斯拉，我都忘了把自己六元抽到的特斯拉皮肤换上，下一次挑战再贴给迷粉宝宝们看。是小红车的队友来了，让我来给他们打捣乱。红车小队，你们可以退下了，接下来让神枪手米妮来接手。特斯拉在旁边放烟呢，队友都没了，还想舔包吗？残血了还冒险去舔包，米妮不得不佩服这位小可爱。另外一个队友肯定要去救他。扶起来了，还想走？人头被抢了，又来一个人。经过米妮智慧大脑思考一番，还是先留他一命，毕竟我们已经没有药了，就让他来帮我打工。嘿嘿，智取才是今天挑战的重点，去吧打工仔。小蓝车那个毒狼过去舔包了，都快刷圈了还舔包，是个狼人，我去圈里等着你。他来了他来了，等你好久了，抢我人头可是要还的。到决赛圈了，先到先得，占个好位置。那边打得好激烈，过去看看。嘿，我还没赶到，就只剩下三个人了。让我看看是谁这么猛。看到你了，往哪走？他开车绕到我后面来了。还以为你会在墙后蹲一会，没想到又是个莽夫。剩下最后一个人，找到你了，假装没看到，到他看不见的地方下车。应该是斜坡后面，给你来个米妮特制小手雷结束比赛。哎呀，在右边还丢雷，米妮来制裁你了，成功刺激。喜欢米妮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，还想看什么挑战，尽管打在评论区里，拜拜。